好，我是 Cassie。 今天呢，我又来参观豪宅了。今天带大家来欣赏和体验的一个豪宅呢，是坐落在 Diamond Head 钻石头山上。那钻石头山呢，就是整个夏威夷最经典的地标的场地，相当于这个豪宅所在的位置是黄金地点中的黄金地点。那么这个豪宅呢，现在放在 listing 上面的标价呢是差不多600万美金，然后它的实际使用面积呢是5300 square feet， 全部的地加起来呢一共是差不多4万 square feet 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全海景，并且呢是有3层楼的高度，所以是非常非常棒的。一进门呢，我们是来到这个餐厅、客厅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房子呢，最特别的设计之处就是跟这个大自然的融合，尤其是这面墙。那这面墙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自然的，有假山的、瀑布的这种小构造，然后有一些绿植放在这里，就是在家中就有花园的感觉。然后最最厉害的是，我一定要强调的，就是你住在 Diamond High， 你还拥有 Diamond High 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比较深绿色一点的这个石头啊、墙啊，这个是真正的 Diamond High， 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做过处理，托整个这个 Diamond High 的，包括它现在这块地的山地感觉。然后他们想要设计，他们的设计宗旨呢是希望能够设计出来一个完全跟自然相融合的，不光融入这个海景，也融入这个 Diamond High 的经典山景。所以呢，设计师就选择了保留这个 Diamond High 的一角，就是一面的墙，全部使用这个 Diamond High 的山。但是呢，如果只是光使用这个的话，看起来景色没有那么的完美，所以他们在这个 Diamond High 的山体之前使用这种石块，然后模拟出来一种假山的效果，然后跟这个后面的真实的 Diamond High 的这种山体融合在一起，然后在家里形成了一个这种角落的一个景观设计，然后包括整体的这种小瀑布，还有这些绿植。所以这块也又是有一种那种就是阳光可以穿透这个天顶的玻璃，然后直接照射过来，就自然光的感觉，就在家里面会很享受这种有流水，然后有植物，然后又有假山的这种效果，然后也很有度假的屋的感觉，就是那种 resort 这种度假村里的感觉。这个沙发，这小椅子也挺舒服的，然后呢再配上背后的这种流水的这种声音，就是能让人特别的平静，就是它比较降噪，就是而且有一种在冥想的感觉，就是你想象一下，你根本都不需要去打开 YouTube 放什么冥想音乐，就是坐在这里然后静静的呼吸，然后听着背后的流水声然后就觉得哇，就是一切都恢复了喜悦和平和。好，我们现在呢是走进了这一间 house 的厨房。这个厨房也是蛮特别的设计，它的不像是完全敞开的那种厨房，它是那种比较就走路是带这种 Z 字形的这种区域，就是可以这样子绕就出来了。然后呢，整体呢就是它完全利用这个 ocean front view 的这种感觉，然后让你体验做着饭吃着东西，然后都能享受到无敌海景。而且这个朝向呢是可以看到日落的，非常美。然后在这个厨房的这个小侧门这里呢，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小的懒奈，就一个小阳台，但是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好，我们一点点上来，然后也看到这边呢是 Diamond High 的这种墙体，然后有植物，就非常非常的夏威夷，还有鸡蛋花。然后这里有一个 Jacuzzi， 你泡汤的地方都非常的隐私，就这个应该是给家里人自己用的。就然后这边也可以欣赏一个 Partial Ocean View， 就是小部分有海景，然后主要是这种绿植的感觉，而且有这种树的衬托和花的衬托，然后在这里也不会太晒，然后来泡汤其实很美好。看，伸手可以摘鸡蛋花。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进门的这个餐厅区域，这应该是他们的 dining area， 就是比较正式的晚宴啊，或者是人比较多时候的聚会。然后大家现在看到所有这里面的这些家具和陈设，都是这个主人他自己平时生活中用的，然后也有就是都不是做 staging 用的这种展示家具，都是他之前在这里生活的时候用的家具。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桌子很酷哦，这桌子是用一整个大树根然后做的这个依托，然后做一个玻璃的这种很简约的设计，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个，因为这个配旁边的那个Diamond High 的假，就是这个假山的墙体是非常非常 match 的。然后他也收藏了很多的画，然后也收藏了一些小的艺术品。然后能看出来就是这一对夫妻他们是很爱到处旅游的，然后呢也喜欢收藏他们去的那个旅游目的地的一些工艺品啊、艺术品啊，他们喜欢那些小东西啊，就是能看到主人的就喜好和品味。然后他们就很喜欢一些明亮的东西，包括他们有收藏一些很多亚洲元素的东西，还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
就比如说他们收藏了很多这种东南亚国家的艺术品，这种其实还蛮就是中式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雕花的这样的一个木质衣架吧，应该是以前用的衣架，然后他们用来挂东西，挂一些夏威夷的蕾，就是很完美的结合夏威夷当地的工艺品。然后这进门还有这种可以敲一敲的，哎，声音还蛮好听，就是来通知哎有客人到了，就进门来通知一下。看这个镜子，这个镜子一看也是那种东南亚国家收藏回来的，还蛮漂亮的，是个梯形，还蛮少见的这种设计。然后上面有这种小雕花，就是还古色古香的感觉。看到吗？天花板是完全的实木的，然后呢，它有保留了完整的木，就是木纹，然后也没有刷漆，就是完全自然的状态。这里竟然还放了一个望远镜，说明这个主人还蛮喜欢看这个晚上看星星的。但夏威夷真的不得不提一句，夏威夷真的是一个看星空超级棒的地方，所以来夏威夷的朋友记得要抬头看看星星呀。这个房子的设计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这个我们应该算是在中间这一层，然后呢中间这里就相当于在二楼，其实它的入口是在二楼的，然后呢我现在站的位置是二楼这一层的中间，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我的右手边呢也有一个长方形的布局是沉降式的，然后其实你视觉感的话是一层的通透，就是感觉很宽敞很大，没有很多的墙体去隔开，然后也不会阻挡你的视线，但是实际上在运用它的时候，实际上又发现它是分开的两个区域，然后一个是沉降式的一个主的客厅，然后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会见朋友啊或者是吃晚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功能性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底下的这个比较富有娱乐性的这个区域，这里呢就是应该是主人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主客厅区域了。哇，这边还有一个大的耶，想想我喜欢那个小鼓的声音。然后这个区域还是蛮大的，就很适合就是在这边娱乐啊，或者过节的时候宴请朋友，然后在这边聊天，或者是打打牌、做游戏这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环绕式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区域啊，看电影啊也可以。好，我们现在从客厅刚走出来，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泳池。那么这边呢，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设计的蛮度假风情的，就很像那种酒店里面的那种泳池的这种感觉氛围。然后呢，它是没有草地的，所以还算是就比较蛮好打理。然后能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属于那种假山搭配泳池的感觉。然后整体是一个就那种。一个角落，整个是个不规则形状的泳池，这个还蛮漂亮的。然后后面又整体全是这个夏威夷的海，所以就是有一种延伸感，然后视觉效果上去是类似于这种无边泳池的感觉。想象一下晚上在这里烧烤，然后还要点着火把灯亮起来，然后在星空下吃着 barbecue， 然后玩着泳池，就觉得应该很美好。这个房间呢，你进来再一看就觉得，哎，不是一个三层楼的房子吗？为什么没有找到楼梯？就它的楼梯设计真的很隐秘。其实我刚刚进来这个房子绕一圈也没找到。然后我现在带你们看它在哪。哒哒，这里是楼梯，然后这边就是厨房，那边是客厅，它刚好隐秘在这个偏后的位置。然后你可以从上面上去，然后或者是下去，分为两层。所以你一进门是在这个二楼，然后你通过这个楼梯可以走三楼或者下一楼，这个感觉还是蛮奇特的。你们先去楼上看看。就是这里这个扶梯让我感觉很有那种地中海风情，就很像希腊那种小镇的感觉。哎，处处都有这些 art piece， 家里面挂这种 original piece 是还蛮漂亮的。然后夏威夷的海，猜猜这是哪个海？看不出来啊，有可能是猫姨那边或者大岛，但很漂亮，有没有？好，我们现在呢是进入主卧了，主卧呢也是很明亮，然后全部都是应该是一个90度的海景，在这个主卧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啊，面积好大呀，就还有一个大的阳台，哇哇，猜我看到什么？哇，哎，这个主人蛮有 taste 哦。就是他要的这两幅画真的很酷啊，有没有？哎，这两幅画是一看是像是亚洲人的这种面孔，你们长得像不像？好像眼睛剧都主人。能看出来这个房子的主人应该是很喜欢亚洲的文化，不然他也不会挂成两幅这么巨大的画在卧室里了，很酷啊。因为这整面墙因为这两幅画变得真的
很特别，而且他收藏这些都是原作哦，都不是打印版，所以还蛮酷的。你看他们的衣服，他们这个衣领，这衣领的这两个衣领设计，这个像是都是像穿旗袍的，所以这两个就猜测一下，大胆猜测一下，说不定是那种中国的两个女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真的还蛮漂亮的哈。这个主卧的大小呢是真的非常大，是很少见的，就是它把一整层用作主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蛮特别的。然后呢它这个主卧呢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区域，然后也可以可能就是见人啊聊天啊也可以在这里，或者是见闺蜜啊或者好兄弟的时候可以带来这个主卧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完全能放下一个 California King Size 的大床，然后用这种就是很透亮的镜子，然后来反射这个自然光光线，所以这个房间里只要有白天是晴天的时候，基本上都不用啊、用到这个人为的这种灯光啊什么的效果。重点来了，重点就是这个 master bedroom 呢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哇，就很私密，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可以看海。看到没有，我身后那里就是钻石头山了，就是住在钻石头山脚下的体验。我们现在通过这里呢走进来，这个区域呢就能看到是洗手间，然后他把洗手间没有放在一起，他是打散了。他很大胆，是因为比如说传统观念上大家会认为马桶啊，然后那个就是浴盆啊，还有包括淋浴的地方应该是在一起的，尽量集中。可是这个设计师呢他很大胆，是把他们都分散了。我一个一个来讲，那么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区域是 walking closet， 他用这面墙隔开了一个空间。想象一下，他这个就是 closet， 这样打开，然后是步入式的 walking closet， 就走进去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面大家看到这个花玻璃就一块一块的，这质量都很好的，很厚的。这个是在美国的，在7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流行的，用在厕所或者用在其他的建筑空间的一种建筑材料。那么这个房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其实这个房子的建造年代是1974年，没有想到吧？其实它很老了，但是它竟然设计的这么超前，有没有？而且它的整体就是维护的都非常非常的好，说明住在这里的人呢都很就是都很爱惜这个房子。这边呢就是洗澡的区域了，淋浴的区域，能看到这个地方还蛮大的。哎，再看我站的这个地方，光线是不是特别好？是因为设计师在这设计了天窗，是一溜的天窗过来。好，这里呢就是紧挨着淋浴间的其实是厕所，这边呢是这个 master bedroom 的 laundry room。我们其实很少见，就是一个 house 它会专门在 master bedroom 里面加一个 laundry room， 所以这个空间还是贴心，然后为了这个主人房。这个区域应该是每个女孩子都梦想拥有的一个区域吧，就是集这个海景浴缸和这个梳妆台为一体的一个小角落。我觉得就想象一下，这边摆了好多香水啊、化妆品啊，然后每天清晨起来的时候在这里再泡一个澡看一下海，哇，真的就是太美好。想象一下，就是阳光照进来，然后你还能够隐隐约约听到海浪的声音，然后在这里看着海，听一点舒缓的音乐，觉得就整个人会非常非常的放松。在这里住，皮肤能不好吗？哇，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主人收藏的这些艺术品啊。哇，这幅画有没有一种身在 Las Vegas 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这个主人应该他也挺喜欢去 Las Vegas 玩的。好，我们这样转了一圈出来以后，又回到这个卧室的中间的部分了。然后每次看到就是这面墙上的两幅巨画，就觉得就是每次会被它吸引，然后想多看两眼，真的很酷。就一进来的时候可能会被震惊到，但是仔细看看就觉得哇，很这个房间真的好有品味。哎，我们现在在下楼了，能看到你下楼的时候也是看得到 Ocean Front View。楼上我们看完了，现在呢我们要往楼下走。因为楼下呢是就是一楼，所以呢它这个楼下呢就是采光就没有二楼和三楼那么好。然后我们能看到呢，这是下了一层之后第一个进入的一个卧室。这个卧室呢空间比较比 master bedroom 肯定是小的，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标准面积大小的 bedroom 了。好，就是这样一间小的卧室都是有海景的哦，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飘窗的感觉，就是平常可以在这里看看书哦，然后能感受到大自然，又能感受到海，就是住在夏威夷的意义。好，刚刚呢就是因为它依山而建，所以它所谓的层次呢就不会像普通的房子画的那么清晰，所以像刚刚我们从这个卧室出来也是继续在下台阶走去另外的两个卧室。
那我这边呢是另外的一间卧室，然后它运用的是全是这种推拉门窗的感觉，所以会让这间房呢有一种就是跟外头的自然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感觉，就很舒服。因为这间房还是蛮有私密性的。然后看看，想象一下这种小角落，坐在这种两个窗户的中间，然后这个房间呢就会让你比较感觉是一个在丛林中的雨林中的房间，就完全跟楼上是截然不同的特色。就楼上是主打海景，然后主打这种非常美的那种海岛风光，那这一层的这间房呢就是主打雨林的感觉，就全都是植被，全都是热带植物，然后还有鸡蛋花，就是仿佛就是从楼上到楼下你只是下了一层楼，然后你就有一种从海边进入到山里的感觉。所以这个呢应该也是我觉得是夏威夷的魅力所在，就是你可以足不出户又能感受到海，又能感受到就是雨林，热带雨林植物的感觉。那么最后一间卧室呢就是在这个屋子的尽头啦。那么这间卧室呢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的阳台，然后是你可以走出去然后伸在外头的这种自然的这种树林丛中的。想象一下在这个半下午的午后阳光时刻，品一口清香的绿茶，看着这样的海景真的很美。这个房间呢让我觉得的要讲一下的是，这个房间里的艺术品真的非常的中式。这个房间呢主打色是红色系，这个房间挂了两幅画，能看得出来，通过他们的衣饰能看出来这是清朝的，然后应该是皇后，还有这边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对应该是清朝的哈。如果懂行的人的话要看一看是哪个皇帝。哇，还有大家看到这个电视柜了吗？这电视柜应该也是像是那种就是古代人家的那种案几。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还蛮照应这个房子。对，我现在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我是不是马上要换一身那个格格的造型站在这里给大家讲。对，后期那个修图给我加一个这个格格的这种头饰。今天我们的体验呢就到这里啦。然后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跟大家讲，是因为我还是最喜欢这个房子的的这个设计，就后面这面翻拍的墙体的设计和假山的整体效果。因为我觉得这种设计在整个夏威夷是非常非常少见和少有的。然后想要在夏威夷买一栋自己心仪的房子，一定要有特色，一定要有设计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点我相信也是它升值的以后的一个体现。所以今天呢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房子，喜欢这个设计，并且给你们增加更多一点的灵感哦。所以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也给我们点赞，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动力去看更多的漂亮的房子，然后让你们知道更多夏威夷这种不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它的设计，包括你们也能通过我们的视频了解更多关于夏威夷的知识和夏威夷的美。拜拜。敲一下会不会穿越去清朝？